处女座下周运势，11月27日到12月3日。在工作方面，前半周你工作会有些懈怠，水星进入摩羯座后，你的工作效率会有很大提升，但周末土星六分水星的影响可能增加细致工作中的误差，请重视质量把控。就财运来看，本周星象平稳，但不宜大手大脚，周五前机会好，可结伙合作些小生意。感情方面，本周你会和爱人热恋，亲密度大大增加，也可一起共度周末浪漫时光。单身的处女座则机会不多。健康方面，本周你身体平和，但请重视充足睡眠及适度锻炼，解决工作带来的心理压力。总体来说，只要注意把握细节，保持清醒心态主导局面，相信您下周在各个方面都能愉快的度过。我是静电鱼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好运气。